这边。今日咧，我哋就嚟到中山陵，南京嘅中山陵。我十年前嚟过，但而家咧由大学生过嚟喎。电车咪就系呢啲咯。拜拜。西点站零五四站到了，感谢您本次的乘坐。哇，好爽啊！呢个位好爽啊！咁样踩上去，哇，好得喎！有个营地喎，哇，有嘢玩喎，原来可以玩船。哇，有船仔喎，啊，有个紫金山探险公园喎，呢度好多个小兵兵。选完一个又选下第二个，有唔同味。食饱雪条，继续向前行。下尾下尾，邱永食中山陵月。立即，系立即。开唔开心先？开心，开心咧。咩啊？一生人做个大事，一岁都有纪录。哦，我话头先咧，如果我咧系喺度咧打碎啲嘢，攞晒啲嘢，你死啦！之后咧，我会唔会俾人？梗系会啦，抌埋落陪葬添啊！唔会数我噶？唔会啊！纪念孙中山先生，虽然系国民党。习大大叫你哋行快啲。平时集中一个钟咧，上去咧差唔多。我不如我喺度等你哋啊。你哋靠，可以靠嘅，跟住我。我上过去噶啦。啊，你又有得派啊？有，我知道今日好热啊。哎，你有冇？谢谢。自己放翻喺个。味啊！我都要。蜜桃味。唔好抹面喎。系啊。唔好抹眼喎。担晒遮咁样。唔准影相上到去陵墓，上到去陵墓唔准影相。嗱，拜拜拜拜，我睇住呢班。系系，你做咩又唔上啊？你陪佢嘛？你又唔得啊？哦，原来佢系一个品牌嚟噶，好一朵茉莉花。唔该唔该，嚟嚟嚟。嗱，班人咧就上完去攞翻落嚟啦。大明王朝。仲有冇腳震？冇啦，冇腳震啦。好吃。啊。系啊。但系似咩？似韓國人，大明王朝，好食好味道。呢度叫咩啊？南京理工大學，自然啦，都系劉老師幫我哋安排啦。兵器博物館都系喺呢度喎，原來。兵器博物館。跟这个南京理工大学有一些关系了。呢位张院长啊，排队。啊，你
開咗個兵器博物館啦，裏邊咧唔俾我哋影相影 video， 因為咧就係好多機密啊。校園喺度行，但係都好熱。爆破器材質量檢驗中心，勁要驗個塊面先入去。嗱，依度好多國家機密啊，應該我哋入到嚟，所以咧入去我哋睇嘅嘢咧就唔可以外傳啦。啊，關於衛星嘅咁樣，啊，只能夠之後同大家約略咁講下啦。啊，堅理工大學。微納衛星試驗中心，我哋換上咗呢個鞋套，唔知點解咧，因為咧可能驚裏邊污糟。原來都可以拍嘅，不過咧有兩個衛星就唔可以拍咯。咩嚟㗎？呢個喐過喐過做咩？呢個咧應該係個盤。系咯，慢慢推就算。飞啊，都是靠这个在水平面的进行一个验证。即系佢浮起少少模拟空间站对住。睇下嗰个声波啊，嗰个声波就系模拟嗰个。哦，模拟空间站对住。当时2016年写给我们一个回信吧。哦。然后这边就是那个南理工一号，哦，这个是有带了个李鬼帆。李鬼帆上天之后，他打开那个帆，然后抢走他李鬼，减少垃圾吧，这个是雷的。然后这两个呢，就是我们刚刚看视频也介绍有一个操控，我们就靠这个去进行一个操控。操控有机械臂对吧？现在呢，我们靠这个飞毛和吸附的，然后进行吸附操控。然后再往这边看呢，这个是一个三单元的立方芯。然后这颗星呢，是我们正在就是跟 3D 打印那边合作的。其实我们想要整体制造一个卫星，就 3D 打印卫星，所以它叫整体设计 2U 微纳卫星的一个模型。然后这个是 3D 打印一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将来会把这个线路嵌入到结构里边。嗯，这样的话它这个就会减小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就是空间利用率。我们正在研制那个空间固体发动机，用来对小卫星进行变轨的。还有离轨的，就是靠这个固体发动机，这个是我们研制的一些样机吧。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里边基本上放的大部分都是真的，就是当时我们研制田园一号卫星的时候，里边它有一些剩下的东西我们也给它藏起来了。这个可以看，大家可以看到，哇，挺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立方芯里边带的一些东西，能看到里边有哪些电路。对，传感器，这是 GPS、陀螺仪，还有探秘，这些传感器全部都会实时的数据显示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呢，通过这个就是通过它的窗口或者一些通信接口，然后传到这个仿真机里边，仿真机会在电脑上去计算你控制对不对，然后最后实时的显示到这个电脑上，然后实现我们去对一些算法的一些就是调整啊、测试啊。假设我们看到突然发现，比如说你测试自控的时候姿态稳定不了，那说明我们算法哪个地方有问题了，那我们就回来重新调，调整完之后再跑。就是一号的那个跑线，大概去一号，电光学院啊。微納衛星研究中心，智能微納衛星平台總體以空間操控技術。但它也屬於微納衛星的範疇，好吧？再往下呢，就是現在微納衛星它的能力也是越來越強嘛，我們也是盡力提高微納衛星在軌空間操作中的一個角色的一個重要性，返回啊等等一些星際穿越一些事，這個也是一個未來我們國家重點規劃的一个大项目吧。范景观因为这个比如说你实时拍照，那个照片的分辨率很高，
对吧？你可能地面分辨率可能有两米的分辨率，那这个大数据量，你可以允许新上，比如说处理这个大数据量，得到某个结果给你。但是你要实时的话，你就是实时得保证那个卫星的数据量实时下传，这个很难保证。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地面站就限制了，因为你的地面站只，比如说这儿有个地面站，这是地球嘛，这是地面站，你只有这过境的这十分钟，这个地面站才能收到。那它过境之后，这个地面站收不到这个卫星的信息了。嗯，你只能靠可能，哎，这儿还有个地面站，我靠这个地面站收。但是你出了国呢？你离开中国之后，你比如说你，我现在卫星在美国上空，我还想看美国的环境，没办法的，你只能把数据存下来，然后到这个地面站的时候下传回来。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地面基站的一个限制。一台电脑，我也玩玩玩家。这个是个控制器。它是控制上边那个天那个上边的那个烧浆仪，就是电机，就那个我们过境的时候不是天天要跟卫星嘛，它得调整它的角度，就是靠这个整个的控制器控上边那个旋转器。多少只参与你们有啊？上太空啊？拜拜。来来一个，拜拜。你哋睇完咧，翻去咧都可以写下感受噶。呢啲系啊，接触到嘅嘢咧，可以翻去咧同同学仔分享一下。你去哪儿？管人家去哪儿，就是说起咧，你行路。你阻住系行路，阻住工火正在工作啊。佢唔让人噶，佢夹硬入噶，你要让你。你要让他，你修好啲啊，冇修好窿啊，修咯。你十分嚟高，我阵间嗌多半噶可以。你一次过嗌两半啦。我要黄老吉，有小龙酒啊。你俾我睇，我都唔睇得明，所以唔使俾我睇。阿伟，你同学。